一个不小心睡得有点太晚了，我本来打算可能8点半9点起床的，就最后10点快半才起床。今天是什么？今天是星期六 ，OK。我真的发现我把我剪片的电脑放在公司了，所以我等一下还是要回一趟公司把它拿回来，不然我这个周末就什么都做不了了。既然都要回港岛，我就想说顺便去我朋友开的早餐店去买点东西吃，再回来这样，大概是这样子。哦，我要过敏了。才可以继续剪片给你们看。现在准备回家，因为最近呢，我累积了很多片都还没有剪，所以想说趁这个周末可以好好的 KO 一下它。加上因为现在外面实在是太热了，热到我有点四肢冒汗，有这个词吗？所以我现在感觉全身上下每个细胞都在流汗，准备出门，不是出门，回家。哎呀，真是不知道谁这么聪明，导致我周末还要回公司。这件事情非常 random， 但是给你们看，我刚刚在抽屉里面发现了非常非常多的硬币，所以我现在要想办法把它来算分了一下，然后我要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我刚刚有上网稍微查了一下，但是还是没有很搞清楚到底哪边是可以收硬币的。因为在那个三岔路口，他回家的，但是这一天祖母因为有别的事情没有去接，早上。
多的技能，手里这点技能就听够。那沉默还能比破壁，凄美一段那是不努力。너무아름다운너이대로조금만조금만더努力했길바래조금만이제는어디까지도다졌지여기서부터다시보면되겠지난틀어놓을테니까이영화를넌보면먹을맥주한캔과가好好吃，所以我覺得是剛剛好。OK OK OK。偷偷的哭，偷偷的哭两下。我跟你们讲 ，Cynthia 现在准备要进去另一个 chapter 呢，然后我们是一家人，然后我们也可以 support 他。对，他正在走的是自己想走的路，对，所以我们也可以。我自从做了他的 gaming 演之后，我觉得我的人生多了很多的乐趣。譬如说，我怎么知道我的工作居然是要去伴舞呢？还要演戏，还要被绑架，都是你的杰作。卡迪亚，很多的回忆。对 ，HSBC 歌曲真的夸张无比，是真的超。而且记得那时候已经补妆补到每个人都这样上了，几多鬼啦？还有零三，给我撒一下。你跟别人哇，我有功能力。
多壓力。我諗邊個諗㗎 ？London Bridge 是方大你加上去㗎。係咩？你失戀啊？係啊。你第一次啊？係啊。你飲咗酒啊？係啊。你飲水樽啊？你知㗎？好 ，music 。聽過時候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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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it means to have growing pains Never come out the way you went in the same Just as diamonds shine from pressure, babe You don't know true love